I'll shake. Hello， 我江江，今天呢，懒克雷呢，买了一台新车，因为我都觉得哇，等一下是什么车啊？因为这台橘色的吗？等一下啊，咦，啊，法拉利耶，哦，帅的引擎啊！超赞的，我看我们等一下试一下这个性能怎么样好了。哇，超美丽的啊，还有我的衣服，是不是超赞的啊？花了我一点时间制作它。OK， 这台车是桑托劳改装的。哦，还有装氮气。哎，是不是可以加速一下？哦，看一下前面的仪表板，哇，这个模组做的好精致啊！可以出发！哦，哇，好可怕！来，这个改车王改车一下，哎，看到没有？可以加息桑托劳，不是哦，它是法拉利哦。哎，基本呢就给它随便改一改啦。觉得它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可以改涂装啊，稍微改变一下，升级一下外观。哎呦，可以喷气耶，是特效吗？哦，应该是装那个氮气的关系，它会喷气。OK， 引擎的地方可以换了，盖啊，这边改一改，它一直喷气，好好玩哦，哦，好酷哦，它好多涂装可以换哎，它好像战斗机的，嗯，大致上是这样。到底要加还是不加好啊？不加比较原厂。那一款是啊，先这样啊，随便换一个颜色。哎，先这样啦，出来啦。啊，本来就是不一样啊。我们来实测这个高速行驶，来准备了，三、二、一，哦，快到我都哇，在加速，有点偏了。那最快到363吗？应该还可以改，换一下视角，一人称的部分，哦，踩到底了，哦哦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挡道啊，挡道，看不到路啊，可以切其他视角，可以快到尽头。
哇，超级棒的！哇，到底有多长啊？这条路？快到，快到了哦！耶！加速！啊，泡水了！啊 ，OK， 我们在，我觉得其实这法拉利的声音其实是这台车的声音。那我确定为什么装的时候没有装进去？那这台车呢是法拉利的声音。虽然说这台车不是，有点可惜啊，没有装在他那台车上面。看前面，就在驾驶舱的时候，它里面的声音是这样，外面的声音这样，再看刹车的声音，这台车也可以欣赏一下。超级顺的。OK， 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订阅、分享出去哦！这台美丽的跑车。